大家好，我是称呼就是老李。大家好，很对不起，今天这个我们不能赶到现场，对第三家影院的影迷说一个对不起，确实天气太差了，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全力，在这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希望你们支持太极侠，南无太极，再见。